台湾在智慧城市的发展上，不仅具备资通讯整合的深厚实力与优势，加上各县市政府的推动，广纳 ICT 厂商的各项创新应用，让系统整合商的创意跟专业得以完整发挥，淬炼出顶尖的商业模式，带来真正民众便利有感的智慧城市服务，并成功地将台湾经验扩大到海外。神通资讯科技是台湾智慧城市应用的重要领导厂商，在智慧交通、智慧教育、智慧医疗、智慧制造、智慧企业、数位金融、电子化政府的各领域都发展出成功的营运模式，智慧城市的应用脉络清晰可见。例如在智慧交通方面，高铁、台铁、捷运、悠游卡、 ETC 系统，神通也都参与其中。台湾的捷运票证系统更成功地复制到中国及东南亚地区，包含越南、印尼、泰国、印度等国家城市。移民署通关系统透过神通的解决方案，提供生物辨识应用，使用人数已超过5000万人次。此外，今年也将在菲律宾4座机场完成21座自动通关系统的建制。在城市安全网络方面，神通参与了双北市20000多支的城市路口摄影监视系统，让城市安全更有保障。在智慧教育方面，神通的智慧图书馆应用，让图书馆可以达到24小时不打烊自动化服务目标。智慧城市是建构在虚拟化软体定义的架构基础上，以及往上一层物联网的各种应用与软体技术、边缘运算，再到最上层智慧城市中的各种服务应用。透过垂直与横向的系统整合与应用，智慧城市的商业模式才能形成一个生态系统。神通发展的智慧城市技术脉络，就是以建构在 VMware 强大的技术能力为基础，在其资源下逐步实现我们的云端运算、物联网、边缘运算以及资安等各种面向的技术发展。神通致力于智慧城市系统的发展，让民众享受城市现代化所带来的便利。未来我们将与 VMware 更紧密的结合，让智慧城市的应用可以拓展到更深更广的领域，不仅在台湾有亮丽的成绩，同时推展到国际的市场，让台湾成为世界智慧城市产业的供应重镇。